生命港口来上岸，路过流那石头卡，你喜欢来地地里村民风俗港口吗？喊马了的港口吗？现代主义不现身家，行言了了有团结家，四海分灵了的港口嘛，有神庙必有阮不惊。喊马了的港口嘛，神庙人敢愿天下。电神庙在面顶，长孙将军在家境，守护千万的人民，用心看家度众生。亲友参拜在殿前，祈求神庙来庇荫，常怀着感恩心，万事成功万事成。喊马了的港